跳超额过关，量身高，哇，这么矮，带动，是，量大为，啊，下个开杠，带动，是，能走。经过身高、重量、三围、体格检查之后，只要再通过最严格的考验，就可以正式成为秀女了。三观验处开始。之血一名不散，滴入水中不散，方为处女，合格。下一位啊，哇，你这超级银娃，血不仅都散开了，还把水都烧开了，竟敢说自己处女，不够嘞，在在我面前有两个假冒处女，好，我不上当，打脸。手工砂，嬷嬷，我有手工砂。